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65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您已进入我防空识别区，您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部空域，高度7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您已进入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，您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。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11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接近我领空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北空域，高度73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接近我领空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北部空域，高度72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接近我领空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西南空域，高度74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进入我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，你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华民国空军广播，位于台湾南部空域，高度78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，你已进入我中华民国防空识别区，你将我非常安全，立即回转脱离。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进行密集地训练，但是我们行动。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，捎来故乡的思念，轻声唤你归。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，绕着宝岛飞，把那朵亲爱的云塞进我心扉。